谢。啊，没有啊。辛苦辛苦一件事情，值得值得值得。那是今天点灯的吗？七点点七点十几吧，七到八点，对对对。那你们多重？啊，3225。你们跑到那一刻就开始哭？有哭吗？其实他是出来的那一刻，出来的那一刻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因为真的很感动，就是出来了。可是当院长把那个小孩，就是他把剪刀递给我，这样子，小组，我就哎呦，我靠，然后手开始发抖，我不敢剪刀，我把头因为哭了，我变得我很惊吓，突然变得这样，我就觉得很好剪，哎，真的像脆肠。所以我也不敢离他太近，我就离他很远，然后前一个就很前分这么长，好像他应该会很生气，对吧？所以我一般还会修的，会让他自己跳。晚一点，要不要去吃个午餐？他妈还会不会怪我？哎妈，看我肚子，肚子流那么惨。你看到是女的吗？女人啊。所以我说你看到了。看到啊，感觉怎么样？觉得他像谁？啊，白白的，像像我啦。像你有什么好像我？啊，他就像我。我也这么小还看不出来。可是他鼻子、嘴巴都鼻子也蛮挺的，就像我们家族的。哦。他主要是很准，以后应该。我还想亲他，哎，不能亲，不可以。今天说不能亲，对，不能亲。对，不要笑。感动哭吗？我上次看到笑，暗笑。高兴啊，哭什么？裂嘴，裂嘴。我真正的孙女啊，我哭什么？看到那个孙女，还想要包红包蛋糕。会。当然要厚一点。厚一点。个十百千万十万倍哦！我觉得七位数不错。哎，要不要比较幸运包100万这样子？没有了，他比较有钱了，我没那钱。我开玩笑的，我当地委，一个月薪水才19万，蛮好吃。包一万多。不要爱自己，不要再想这个事情了，一定会难过的、啊。你看，不要再想了，已经有点这个十几一年多了，这个心稍微有点大。那当然了，你说会不会想到？当然会想到，是不会。拜托你们以后不要再。好，不是啊，你吃的好吃。他是想要代替了他吗？嗯，最起码他一定会的啦，对吧？所以我喜欢他第一个生女儿，是不是啊？对，那女儿第一个最好，太小带他的，所以你我跟人家继续加油在这里。好了，可以教你。有高山子的秘诀。啊，当然有，知识很重要。不敢讲，你们这个不要登出去啊。